行，我走了，今天我再也不回来了。行，你走，你走，没点熊数，走吧，走，别回来了。儿媳妇，你怎么又惹我儿子生气了？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我想我妈了，我要回娘家。你有事就回娘家，一天天的班也不上，就靠我儿子养着，你有钱回去吗？我没有，但是我会想办法的。想什么办法呀？走着回去啊？不用你们管，我有办法。哎呀，有时间在这赌气，还不如找个班上呢，不然跟老公吵架了，连家都回不去。哎呀妈，我哥呀就不喜欢娶这种外地媳妇儿。你们一个个的都欺负我。你又上哪去啊？我约老婆陪我打牌。老婆都要跑了还有心思玩？腿长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呀。对不起，您的电话已停机。哟，是不是李辉家嫂子吗？怎么坐这儿了？啊，小孙啊，没事儿我。没事儿怎么还哭上来呀、啊？什么事儿嫂子？你看我有什么能帮忙的呀？真没事儿。哦，对了，小孙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？哦，切，我这出来也没贷多少，就贷了300，你看够了咋的？谢谢你啊，我会尽快还你的。哎，没事儿，不着急啊，你拿使就行了。行，那嫂子我先走了啊。行，赵月，你没钱你还想回家？小月你干什么呀？你快把钱还给我。赵小月，你就老老实在家待着吧，哪也不想去啊。小蕊，妈，妈，我嫂子刚才不是耍脾气要走没走成吗？然后我寻思也不能让我哥真丢了媳妇儿，我就追出去看看。你猜我看到啥了？看见啥了？他竟然跟小孙借这个钱，他借钱要回娘家，我真是。那你赶紧劝劝你嫂子，可不能让他这样走了。我回家先做小饭，快去吧。嗯、回来了，那坐下吃饭吧。妈，你这是。嫂子，你先吃饭吧，然后我再跟你说。嗯，好香啊。做这个酱香锅太好吃了吧，口感不辣，酱香味十足，简直比外面卖的还好吃呢。好吃吧？我是特意用了这个酱香香锅料包，用它做出来的味道口感鲜香，好吃过瘾。他们家还有这个麻辣的也还好吃，而且配料表特别干净，老人小孩都能吃。对了，现在直播间有活动，9块9发3大包，超级划算。那真是又好吃又划算的。
你看你浑身难受的，去，我给带着去。